水性聚氨酯砂浆 GU801 固化快，适合薄涂刮涂留平性好，低成本高耐磨，常用于食品制药厂、地下车库、中央厨房等领域。水性聚氨酯砂浆 GU801 由水性聚氨酯树脂、固化剂、水泥及骨料构成，通过成熟的生产工艺配制而成，将 AB 组分按 3.1:3.6 比例混合搅拌2分钟，再加入7.6比例的 C 组分，充分搅拌3分钟。得到的水性聚氨酯材料，在25摄氏度下的开放时间大约为25分钟。无 VOC， 环保，高粘结强度，低粘度的高性能薄涂型环保砂浆自流平系统。其具有极佳的耐磨性、抗压性、阻燃性，可潮湿机面施工，耐冲击性、耐化学性、耐受其他物理侵蚀性能、耐高低温反复交叉不会开裂等优越性能，满足食品工厂等对地坪材料的高要求。